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热情的山东女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鼻孔一日游。这里有超大空间，一室两厅，50平方厘米的客厅，还有2平方厘米的卧室。这个是我之前，经营不善开店的时候的一个泥，然后叫草莓派对，整的还挺文艺的，然后放了得有1年了吧，就画成这个样子。我感觉我的说话语速也不是特别快啊，这个是里面的草莓片。真的是草莓，不是鼻屎。你看草莓，它很想逃，但是它逃不掉。我在小破站发视频快1年多了，粉丝终于过200了，我的妈呀！然后我早上起来打开手机看，我还以为我出现幻觉了，而且我喜欢的那个七宝也给我点赞了，我感觉我好像出人头地了一样，我好开心呀！其实我从来没有奢求我有多出名，我就是希望我的碎碎念能有人听，这种感觉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，反正就是也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吧。如果刷到视频的嫌我烦，一定不要骂我，我这个人心态很脆弱的，你一骂我，我会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哭呢，我可没出息了。这里是加的洗洁精。因为我觉得加点这种含有起泡材料的东西，这个起泡效果可能会变得更好一些。但是我好像想错了，它并没有，只是变得更黏，然后让我们的距离拉近一点点，这样好像起了很多泡一样。哇，整个屏幕都起满了，好棒哦！今天的絮絮叨叨时间结束了，有时间给大家吐槽一下我朋友圈的渣男。